他要讲一讲土壤五大功能。因为虽然我们都知道土，就是虽然我们都很常看到土壤，但是都不知道土壤有什么样子的功能。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就是。不要紧张。我突然有在跟你，就是可以提供植物生长啊，还有作为动物的栖地，还有有些就是说提供水资源的，提供水资源并净化水质。然后它里面有提到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它说土壤有那个延缓污染，还有一些净化的效果，就是它就是有含氧力，就是它那个污染一进去，它并不会马上就显现出来，它会等到累积一个时间之后，它那个污染的那个情况才会被那个经由植物或者是动物的一些异常行为，然后才显示。然后这是我觉得蛮有趣的地方，因为感觉土壤有点像是固态的水。